你怎么了？没什么，听你吹的歌，素云眼泪就出来了。这是个什么曲子？这曲子叫《孤独的小骆驼羔》，这是一首古老的歌。传说，我们蒙古人伟大的始祖成吉思汗死后埋葬在草原上，遵照他的遗命，不许在地面上留下任何一点痕迹。 于是，王子们就派出5000名铁甲骑兵，跑了3天3夜，踏平了草原。圣祖下葬时，为他驮着苏鲁定的一匹白色骆驼，殉了葬。他留下的一匹小驼羔，就日夜守在母亲死去的地方哀鸣。到了第二年，青草长了起来，谁也找不到圣祖安息的地方，只有那头小骆驼羔的叫声。 才能引导人们来到故地，进行祭奠。于是，就有人编了这首歌。我好像看到了，小骆驼羔在哭泣。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我以为你不会哭呢。哼！你们都以为我们没灵魂，只会逗你们笑。 我没那个意思。那你告诉我，是什么意思？我看到你总是那么快乐，自由。我们有自由，我们有的是自由，可快乐并没能你多。三妮，我看到你总是唱啊跳啊，可我们蒙古人只有最快乐的时候才会这么做。你是蒙古人？ 所有土尔扈特都是来自东方的蒙古人。那你现在是不是要回你们的东方故乡？啊，不，我是……你不想告诉我？你怎么不说话了？ 年轻人，从这里再往东走就出了俄罗斯的边界了。去吧，去吧，年轻人，去做你该做的事情。谢谢你们。可是，你们要去哪里？我们，不知道。我们去哪里，都是一样的，孩子。再见了。可是我还想问一句，你们为什么要帮一个？ 和你们素不相识的人，孩子，因为我们是一个失去家乡和祖国的民族，所以我愿意帮助一切失去自由的人。再见。我知道，你不能为我留下点什么吗？我是个逃难的人，你无所谓。我要的，你一定会有。你要什么？你的心。三娘，再为我吹一曲吧。
这真苦了大师段。东归之路是如此漫长，他必须经历无数惊险与磨难，但为了整个部族的未来，也只有让他受这份罪。一个伟大的信念支撑着所有的图尔扈特人，此时的大什顿才真正的明白了他肩上的担子有多么沉重。正在图尔扈特人默默追寻自己的东归梦想时，俄罗斯与土耳其的搏杀却越演越烈。虽然图尔扈特军团在前线声名大振，但手下弟兄们的死伤也相当惨重。我的心就留下深深的窗口，深深的窗口啊，不是灵魂，我的灵魂留下深深的创伤。就这样，时间不能使它平复，每一分钟都在流着血，心枯萎了，就像你床头遗弃的百合。遗弃？不，丢弃，遗忘。不好，是什么呢？是失落吗？失落，床头失落的百合。不错。报告，沃巴西求见。什么？图尔霍特总督沃巴西求见。见鬼，他怎么又来了？让他在外边等一等。是。是什么句子呢？我怎么又忘了？是，算了，让他进来吧，请他进来。是。您好，公爵大人。您好，沃巴西总督，您的兵力该配齐了吧？我不知道我能从哪里去配齐兵力。怎么，韩国的新兵还没有到来吗？
我韩国十几岁的孩童早已在3年前就上了战马。又来这一套。雅什卡，请不要打扰我们的谈话，把我给沃巴西的兵员计划书交给他的文官。是。总督阁下，我知道你的图尔扈特军团因为年轻屡次都战功显赫，这一次又取得了胜利，可是我很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调整兵力固守防线？在上次的遭遇战中，我们图尔扈特军团虽然突破了敌军的防线，但是敌军的元气并没有大伤。是吗？他们有强大的后备力量。总督，你太谨慎了，我能丢下优秀的军团不管吗？您的骑兵是一把利剑，不放在最前沿，怎么显示你们的作用呢？不错，可是您考虑过我周边的情况了吗？哥萨克在我的后方，而您的俄罗斯的军团呢，却在大本营等待。我的战舰在海上给你护驾，大炮为你开道。可是您知道，阁下，漫长的黑海战争，我的骑兵已不能所向披靡，因为大战之后从来没有过休整。您让我们镇守，可一直以来却又缺粮断草。您的大本营时至今日没有给我们送来给养。公爵阁下，您的粮饷要推迟到何日？我怀疑你是有意这样安排的。真的吗？总督阁下，希望你能理解，俄罗斯的南方正在开垦种植，再快也要等到来年。我不仅指挥前线作战，还要在这里修建不动的港口。关于粮草，正在2000多公里的长途运输线上，可您的军团有自制的奶酪和肉干。可您并没有允许我带来生产奶酪和肉干的富人们呢。我想问您，征调的战马无限期拖延该不该受罚？你们总是能够找出种种理由拒不执行，所以让你们镇守前沿是我亲自签署的命令。对图尔扈特采取这样的惩罚是你们一贯的做法，对此我并不感到惊奇。说得不错，我很欣赏您的直率。我的总督阁下，假如事情真像您讲的那样，恐怕您的军团早已不复存在了。我的总督阁下，我将军公爵阁下，你们从来都不会站在我们的一方去考虑问题。我已经没有耐心了，我考虑的是俄罗斯的全局，不仅仅是图尔扈特。这次决战，我一定要把土耳其的异教徒们彻底赶到黑海的南岸去。公爵阁下，我的军团不是你的敢死队，我要求退出前沿。你这是临阵脱逃。我告诉你，俄罗斯为了胜利将会不惜一切代价。你们小小的图尔扈特又算得了什么？整个俄罗斯都在战斗，难道你能够袖手旁观？战争已经持续10年，放在彼得堡的儿子渐渐长大，对我这像是另一场战争，完全出不上力的战争。自己所能做的只是长长的牵挂与忧虑。Yeah!
住，你有错。阿三来，你犯了和同学们打架、侮辱同学的错误，是要受到惩罚的。你给我好好的站在这里，上帝是会饶恕你的。你要知错改正。的脸，你为什么和他们打架？他们让我做土耳其人。他们不过是在跟你做游戏呢。不，为什么永远都是他们追我？为什么他们总叫我小达达？我真的是野蛮人的儿子吗？不，好孩子，你不是野蛮人，你的父亲是土尔扈特总督。我为你带来了他在前线的捷报，你该为他感到骄傲，感到自豪。他是一个勇敢的人。哦，我的小范尼啊，你骗我，我不是什么土尔扈特。奉皇上之命召你来，是为了让你明白，大清国不希望边疆的疆土在几个不安分的、总想起义闹事的小人物身上发生事端。你舍楞该回到你的准格尔，把你的部族百姓管理得有条不紊，让他们安宁地放牧。
而不是扰乱边民，举兵杀戮。我大清国泰民安，国盛民强，对于你们的过失不能一再的放纵。你舍楞坏了皇上的名声，皇上不杀你是看在你是一个能稳定伊犁边境的蒙古四部的一员将军，可你让皇上失望了。我舍楞谋反不是对当今的皇上，也并不像你们所说的那样要统一蒙古四部，恢复蒙古帝国。这一切都是你们对我舍楞的陷害。我只不过是杀了杀你们那些贪官的恶气而已。不要以为这里是另一片天空，可以违背民意胡作非为。你们那些贪官可以不择手段的在边疆地区掠夺。我告诉你，真正违背大清条例的是你们，导致了边疆的不安宁。我舍楞来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在边疆地区不再有杀戮。舍楞将军能到府上我很高兴，可你的手下还在许多地方惹是生非。我的弟弟还在你的府上，如果你能放了我的兄弟和我们的族人，准噶尔部将不会再跟你们发生任何冲突，过去的事情可以既往不咎，我舍楞也可以归顺你们清朝政府。你已经晚了，我给你看样东西。嗯，你看，你的弟弟已经归顺了清朝政府。兄弟们的生命才和他谈判，他事先答应如果咱们放下武器，他就会放了我的兄弟和咱们100多名族人。可他刚才告诉我，我们这些兄弟全被他杀了。我们是一个英雄的民族，我们宁可全部战死，也不能给这种卑鄙的小人下跪。弟兄们，你们说对不对？太监，说吧，我们应该怎么办？说吧。可是太监，你说吧。阿尔马萨纳公爷跑了，朝廷大兵压境，咱们顽抗下去那是以卵击石啊。怕什么，大不了是死，不行我们去俄罗斯。太监你要三思啊。
射出的箭收回可就难了。哼，我已经把那个唐卡路给杀了，跟大清政府已经说不清楚了。弟兄们，愿意跟我走的咱们一起走，不愿意走的你们就散了吧。禀将军，舍楞残部已经溃散，他本人逃过了界河。为什么不追上他，把他抓捕归案？标下等追到界河中，突然来了一支俄罗斯骑兵，把叛军接应走了。标下怕引起两国冲突，不敢贸然行事，所以只好……哎，这个叛徒，便宜了他。将军，标下在边境发现一名从俄国来的人，他说是图尔扈特人。哦，带上来。将军大人，我是图尔扈特汗王我八旗的亲兵队长，我叫达什敦。你这是从图尔扈特汗国来的？是的。大人，这是汗王给乾隆大皇帝的亲笔奏折，请奏报。长途跋涉你辛苦了。大人，你不必有所怀疑，从先帝康熙爷时就早有旨意，凡是从图尔扈特来的人，每个大清臣民都要把他们当成贵客来接待。请吧，准备出使俄罗斯的参赞大臣正在此处。谨慎行事，力图减小损失，根本享受不到什么胜利的快乐。而俄罗斯人的狂妄和缺乏理性，跛将军的无耻和险恶用心，一次又一次让我感到无奈，甚至绝望。图尔扈特人没有送命的义务，然而我却无法主宰自己的军队。作为一个统帅，这是多么深重的痛苦。韩王，韩王，辛苦了。你们也辛苦了，有什么事吗？薄将军从大本营送来指令，让我们抽调一批骑兵补充兵员。哼，不要理他。还有韩国的信使也来了。有达什敦的消息吗？没有，只有那个别克托夫还在通缉他，赏金已经上升到了2000卢布。那个家伙也太小气了，那么棒的小伙子怎么能给那么一点钱呢？如果我要是通缉他的话，只肯出2峰骆驼。这一战我们又损失了多少兄弟？我清点了一下，大概近100名，有2名百户长负了伤。韩，敌军的伤亡会比我们多了40%，我们胜了。巴姆巴尔，达什敦大概走了有多少日子了？韩，有7个多月了。薄将军让我们再出调一批骑兵补充兵员。站住！站住！我把信喊，我们的公爵大人请你到大本营去。我把信喊，是那个格里高利。喊，我想肯定是那小子。喊，不要理他，我去打发这个讨厌鬼。你去吧。哎，如果你想发泄喝酒过量的快乐，那你找错地方了，这里是战场，快走吧。和我说话你要注意分寸。我是格里高利男爵，我将军公爵的传令官。啊，他说什么？我听不清楚了。我是格里高利男爵，公爵的传令官。你只是个传令官啊。
你侮辱我，你敢跟我决斗吗？我要用你的血洗洗你对我的蔑视。来呀！啊，如果没有人愿意接受一个疯子的挑战，哈哈，干嘛不远远的离开他呢？快走吧，传令官。嗨，你们这些懦夫，你们会因此付出代价的。走着瞧。喂，快走吧，我的传令官。这见鬼。报告，我巴西到了。什么？图尔扈特总督奉命到来，大人。啊，见鬼，他怎么现在来了？让他等一等。到底是什么？我怎么忘了？好了，让他进来。是。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呢？见鬼！公爵大人您好。您好，瓦巴西总督，您的文件带来了吗？我不知道您指的是什么文件。怎么？我的传令官没有把我的命令告诉您。他醉了。对不起，我没有弄清楚他说些什么。这个酒鬼。亚什卡，格里高里要是回来了，就照老办法让他醒醒酒。是，大人。总督，我知道您的图尔扈特军团这一次又取得了小胜，可是我很不明白的是，您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反而退出战场，给了土耳其人难得的喘息之机，这令我很遗憾，而且不能理解。这正是我要来向您说明的。在这次遭遇战中，我们虽然突破了敌方阵线，但敌军元气未伤，更有强大的后备力量，如果贸然追击，可能会发生不测。我的总督阁下，你太谨慎了吧。据我所知，你们蒙古人的战术就是两翼突破之后咬住敌军穷追不舍。不错，大人，圣祖成吉思汗和另外一些伟大的图尔扈特统帅曾用这种战术战胜过无数强大的敌人。我本来以为您也是他们优秀的继承人的。圣祖的骑兵所向无敌，那是因为在大军之后带着他们的整个游牧部族，所以他们不需要接应和休整，可以一往直前，而不必担心断粮缺草。而我的军团的供应是由您的大本营提供的，可到今天，您的粮饷已经迟到了七天了。难道您让我的士兵饿着肚子去追赶土耳其人吗？真的是这样吗？我会查清此事，督促他们送去给养的，我的总督阁下。可是你要知道，大本营的给养也是从遥远的俄罗斯本土长途运输的。您说的对，长期的战争确实需要兵力和粮饷的不断补充。我原本要您带来的就是您向韩国催要兵员马匹的手令。这已经超越了我的职权，阁下。不不，很长时间里您的韩国对继续征调兵员和战马的命令一直在拖延，就是那个策伯克总是找出种种理由拒不执行，所以我想让您亲自给他们签署一道命令。根据女皇陛下的意志，韩国的日常行政事务是由扎尔固负责的。我知道，总督阁下。可是您有没有想到这样做的后果？首先是对您的军团不利呢？亚什卡，我必须马上见到公爵大人。公爵大人让我在这等着你呢。什么命令？上。是。你们干什么？公爵大人的命令就是给您醒醒酒。你们干什么？我听说您的那位堂侄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谢谢您的关照。假如真的像您所说的那样，由我来发一道命令，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很好，总督，我明确地告诉您，现在是公元1769年的春天，因此我们必须有一次伟大的胜利，把土耳其的异教徒们彻底赶到黑海南岸去。
不可能。现在没到决战的时机，我们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那就马上去做好准备。为什么？因为不久之后就是我们伟大的叶卡琳娜二世女皇的40岁诞辰。为了这个伟大的日子，俄罗斯需要一个胜利，而且是一次伟大而辉煌的胜利。为此，俄罗斯不惜代价。明白了吗，我的总督阁下？欢迎您参赞大臣阁下。这是敝国朝廷和我本人的一点心意，还望笑纳。谢谢，非常感谢。请吧。请。嗯。大臣阁下万里跋涉，真是太辛苦了。啊，哪里哪里，请。请坐，大臣阁下。为了亲俄两国的友好，这次乾隆大皇帝特派本大臣专程前来贵国，向女皇陛下恭贺寿辰。只是从北京到贵首都实在太远了，我们提早出发，生怕耽误了日程，不料却是提早来了不少天，这实在是给贵国添了不少的麻烦呢。大臣阁下太客气了，提早到来可以更好的休息，同时观光游览，我们的圣彼得堡是不会让您感到寂寞的。我还有一个请求，枢密官阁下。阁下请讲。是这样的，原本属于本国的图尔扈特部落，现在伏尔加河下游安居，但是他们心向故土，时常有人进京朝见。我这次来也想如当年的图里琛大人那样借道前往伏尔加河探望，以表示当今万岁对他们的关爱之心。这个嘛，怎么让您为难了？此事关系重大，我要请示。啊，枢密官大人公务繁忙，那我就先告辞了。